小助理，嗯，怎么？大米没了，大米没不够了哈，配一点这个高粱米，大米不够了，来点高粱米一起封哈。来，一杯粮食给它倒进来。喜欢吃甜的，咱们加个三五粒；不喜欢吃甜，可以不加。来，咱们盖子盖上来，顶丝松一松哈，鸟嘴戴上来，顶丝拧紧，拿出锁国扳手，继续把锅盖打紧。OK， 来架上架子，咱们点上火哈，摇一摇，转一转，压力到了，直接开锅就可以。啊，三二一，抓起把手，盖上灭火的盖子，拿出咱们封粮食的袋子来。绳子给它挂一下，收一收哈。来，三二一，走你。大米出锅。